我们现在推导一下，怎么样去求这个点到直线或者点到平面的距离？我们先看点到直线的距离。我们先看点到直线的距离，我们怎么算？如果这是一个直线，这是一个外面的一点，我们把这个点叫做 PXYZ，它坐标是 XYZ。那我们到直线的距离，那么就是到直线做垂线，这个垂线的长度就是它的距离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垂点，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这个垂点在哪儿的。但是对直线上，我们如果给定了直线的方程，我们总是能够找出直线它上的点。假如说这个是直线上的点，是 P 离、X 离、Y 离和 Z 离，那么这个线段我们是知道的，这个线我们是知道的。那这个线段我们知道，那。用直线的方向向量，我们也是知道，所以这个西塔我们也是知道的。这个西塔我们也是知道，那所以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就是我们这个 distance，就是我们 P 零到 P 这个长度乘上 cosine 西塔，我们也加上绝对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方向向量如果是朝这个方向。那 cosine 西塔就是这个，那加了绝对值以后，就是跟这个它的 cosine 西塔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从这个 reference angle 里面我们可以知道，那sin 西塔这不是，这应该是 sin 西塔，是 sin 西塔是这个，因为它是对边，对边除以斜边。是等于 sin 西塔，这是乘上 sin 西塔。那 sin 西塔这两边的sin 西塔在180度以内的都是正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管它的这个加绝对值。那 sin 西塔，我们看一下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向量里面哪一项是跟 sin 西塔有关？这个西塔我们可以不用求。那我们已经有 P 零啊，P 零 P 这个不是零，P 零 P。那么有 P 零 P 了，那我们知道 P 零 P，我们如果做差乘，对直线的方向向量做差乘，这个是等于 P 零，就相当于我们先把 S 写在前面吧，S 的长度乘上 P 零 P，再乘上 sin 西塔。所以 P 零 P 乘上 sin 西塔，就是 P 零 P 乘cross product S 再除以 S 的这个长度，所以它是 P 零 P 差乘 S，然后求它的长度除以 S 的长度就可以了。这是指点到直线的距离，我们用。这样推导出得到它的公式。那么第二个是，点到平面的距离。点到平面的距离，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给定了平面。只要给定它的方程，我们就知道，总是知道它有一个点，是 PD。那我们总能够求得出平面上的一个点，也总能够知道它平面上的点。那么，假设这个点的坐标是 PXY，那我们也是求距离，也是垂线，垂到这儿。但是这个垂点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一条线
0到 P， 我们总是知道有条线的。而这个垂线，垂线本身就是，我们就可以看它是一个法线向量。那么是这个长度啊，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啊，这是我，这也是我们的法线向量，因为我们说这个向量它是向量，它跟起点无关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一段长度，我们垂线的这长度跟这个，跟这个我们 P0P 到法线向上向量上的长这个图影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它这个 distance 正好就是 P0P 到法线的投影的长度在法线上的投影的长度。我们知道投影的长度就是P0P 的长度乘上 cosine theta， 当然我们这里要加绝对值了，因为 cosine theta 它法线向量如果朝下的话，这个夹角就大于90度。那这里我们不希望再去算 cosine theta， 但是我们知道P0P 我们在 dot n 是等于 n 的长度乘上 P0P 这个长度乘上 cosine theta， 跟我们前面的推导一样的，所以这个结果就是P0P dot n， 因为我们 cosine theta 是要加绝对值的，所以这个模这个类级我们要加绝对值，好，除以 n 的长度，因为这两项是后面这一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除过来。那这是我们点到平面的距离，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如果说平面，如果这个平面写成是 ax 加上 by 加上 cz 等于 d 的话，那我们 P0P 它本身 dot n P0P 是 x 减 x0 y 减上 y0 和 z 减 z0， 我们 dot a b c，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呢？ ax 加上 by 加上 cz 减去 ax0 加上 by0 加上 cz0。那我们看 ax0 加 by0 加 cz0， 这个是 x0 y0 z0 是在平面上的，所以它们 x0 y0 z0 是满足这个方程的，所以就变成 ax 加上 by 加上 cz 在那边减 d 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点到平面的距离是这个绝对值 ax 加上 by 加上 cz 减 d 除以这根号下 a 的平方加上 b 的平方加上 c 的平方，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，就是如果我们给知道直线的这个这个点的坐标，那我们可以直接去用这个公式去求。我们稍微看两个例题。第一个 find the distance from 这个 P 是113 to the 113to the line 是 x 减一除以一等于 y 减三除以负一和 z 除以二，to the line
and 我们一次去玩 and to the plane 这个 plane 是 3x 加上 2y 加上 6z 等于6那我们看第一个 distance distance from P to line 那我们看P 零这个 line 上的那我们可以看到130是在 line 在这线上所以 P 零 P 就是等于一减一就是零，在一减三是负二，三减零是三。那么它的直线的方向向量是一负一二，所以这个 distance， 我们先把 P 零 P， 乘上这个 cross product， 我们先算出来，那就是 I J K。是零负二三一负一二，我们算出来 ，i 这里是负四加三是负的 i， j 是负三，那么本身是负的，就是加上三 j，k 这是零减上负二，所以是二 k， 所以 p 零。P 差乘 S 的长度，那么是根号下一加上九加上四等于根号十四。而 S 本身的长度是根号下一加上一加上四等于根号六。所以这个长度是等于 P 零 P 差乘 S 这个长度除以 S 的长度是根号六分之十四，那么就是根号下三分之七，所以是根号七除以根号三，这是点到直线的距离。我们是用差乘的方式来算，从点到平面的距离，那我们直接用公式计算就是了。我们是 a x 加上 b y 加上 c z 减 d 除以根号下。a 的平方加上 b 的平方加上 c 的平方，我们的 a 是我们这个 plane 是 3x 加 2y 3x 加上 2y 加上 6z 等于6，所以 d 是6，那么我们的 p 是一一三，所以这个就是三乘上一加上二乘上一加上六乘上三再减上 d， 好，根号下，那么a b c 就是 n 是等于三二六的。所以是根号下九加四加上三十六，好，分母是根号四十九是七，那么分子是三加二加十八，减六，那么是就是十七，所以点到平面的距离是七分之十七。这是我们点到直线的距离和点到平面的距离是通过
这样子算的，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用到这个向量的一些运算。